姐姐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可唔可以介绍你自己啊？可以，姐姐，我名叫穆尼，我今年25岁，我叫做芬，又入咗来，我以前喺加拿大做嘢3年，只顾 BB 做埋小朋友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名叫穆尼，姐姐。你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5岁，姐姐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，姐姐。有冇小朋友？有一个小朋友，姐姐。好，你以前喺边度做嘢啊？我以前喺加拿大做嘢3年，照顾 BB 小朋友，煮饭、买餸，都咪做家务。以前喺老板屋企有几多人啊？有4个人，姐姐。边位嚟噶？姓张，姐姐。BB 都咪小朋友。BB 几多岁啊？3个月，弟弟。你点样照顾 BB 啊？俾佢穿凉、换衫、换尿片，俾佢饮奶，唱歌，俾佢整做咩嘅大嘢？如果 BB 冇肚肚唔舒服，好似发烧嚟，会点做啊？我会即刻抌热盐煮啦啦声，话俾老板知。小朋友几多岁啊？5岁，5岁，弟弟。你点样照顾小朋友啊？我帮佢穿凉、换衫、接送佢翻学、放学，中日仔温做咩嘅大嘢？你识唔识照顾老人家？我识啊，弟弟。你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我帮佢穿凉、换衫、换尿片、按摩做咩嘅大嘢？你住喺中山，有冇学到去中国送啊？有啊，弟弟。你识去咩送啊？正衣、正街、正水单、正白瓜、就菜、就饭、就面，仲咪薄肉。你识煲咩汤啊？番茄水仔、红萝卜鱼汤、椰子虾鸡汤、木瓜猪肉汤，仲咪几大嘢？你识唔识海鸡丝米送啊？我识啊，弟弟。如果买完上咗有钱走，你会点做啊？我会俾翻老板，仲咪快单。如果你做错嘢，你会点讲啊？我会讲到唔知先生，到唔知弟弟，系指我会在做。如果老板屋企冇地方俾你瞓觉，要同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一间房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弟弟，冇问题啊。如果太太唔俾你放假，会俾翻钱你得唔得啊？得啊，弟弟。做嘢唔可以搵电话得唔得？得啊，弟弟。你怕唔怕狗啊？我唔怕狗啊，弟弟。好啦，姐姐，唔该晒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唔该晒，弟弟，唔该晒，先生。再见，系香港，拜拜。